嗨，大家好，你好，我是娜喵喵车了。然后我们今天再继续玩我们的博大的人。那你的歌手的影片将高赞了，并有寻找我的最新影片。走，我们接下来妞鼠好了，加鼠巨大 HP， 巨大 HP 修改增加33%，然后我们的铠甲修改将会增加一个33%。当生命值低于50的时候加40的攻速，当生命值低于50的时候加20的攻，加20的速度，然后无法用任何方法治愈，所以我们没办法回血。我们铠甲修改了增加，打盾吧，我也好久没有打盾了 ，Let's go。好，这样说的话，伤心番茄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好东西。那在拿到那一个之前，我们可能要先把我们的铠甲拉起来，还有我们的回避，拉铠甲拉回避吧。还是我们纯打铠甲也 OK， 我觉得我纯打铠甲也 OK。这里我们先拿一点攻伤害，刷新，我想想哦，这边我们全部都不要嘛，先拿哈子家具我们先锁起来 ，Let's go。哎，我觉得我们就是可能拿一点的那个运气嘛。然后希望后面可以刷到伤心番茄，那我们就固定我们血量肯定会在低于50%，低于50%我们就会多一个20的攻速，还蛮香的。首先我要刷到，其次他要肯给我，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就是属于纸上谈兵。这样说的话，靠位也不能回血吗？哎，我蛮好奇的。要有说到靠位的话，我可能会想拿一下。但应该也是不能吧？照理来说，应该是不可以才对。好，这里我们再刷一次星，我看一下哦，拿点回避吧。这边我们需要一点运气去了，来的一把武器。这些都不需要，再多一点树木，更多 HP 我觉得可以，但是奇怪幽灵我们不能拿，不然的话我们被打一下我们就不见了，啪一下我就不见了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拿范围，他可以推得更远。到底我们今天能不能拿到诱饵呢？我们就继续看下去。好像每次要拿诱饵，然后都没诱饵。好，我第一次那么渴望的有诱饵，然后他都不给我。我们再刷，这里其实可以拿壁虎宝宝一个就好，不用太多。然后金属板跟那个盾我们都可以拿，对，金属板跟盾我们都可以拿 ，Let's go。我们这一场速度扣也没有用，我们没办法拿沙发。哇，这场真的是好东西都拿了都毫无意义哦。我们开始拿一点伤害爬树。那这里我们先刷新，拿伤害爬树，再拿一点那个运气，然后我们再拿到一个盾铠甲，隐形药水可以拿，树木再来个一个没有问题，刷多一次，哦，两把新武器，然后打一打树，看树里面有没有箱子。
然后希望这样子可以给我多一点诱饵。OK， 地雷可以拿着没关系，植物没有用到。加爆发伤害，加多点运气，隐形药水可以拿。好了，兔兔那个像，我们先拿一个没关系。暴力没有用，我突然间想到我没办法回去这件事情。我原本还想说，哎，我们可以拿暴力，然后想一下，哎，不对，我们没办法拿暴力。哦，第七波嘞，好快哦！它生出来了，没关系，拿什么？没什么问题，注射器可以吧？拿一个。这里加12%伤害，我们拿起来。大裂嘴，我们再拿。开价，可是会减速度，我又好不想拿，算了，再减。这里我们再刷新。好，我们有更多的东西。再刷，这边一把。生成更多的那个敌人，我觉得没有问题。我们觉得我们这场不用拿蜗牛吧？其实胶带可以拿。只要是加铠甲的，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拿起来。哎呦！我只能在被打的一个气下而已。好，青蛙不需要吧？所以我们再加更多的速度。胶带，包括疫情，刷新。这里应该没有我想要的，刷新。再多一个盾，运气应该不用再拉了。但是我们还可以再拿，加范围、加伤、加速度，我们可以拿。金属板我们也可以拿。下面还有一棵树，我想要去打掉它，可是它不掉箱子啊！可惜。没事，我还可以再受多一点的伤。血到一半的时候再考虑不受伤这个问题吧。还没到一半的时候就随便吧。好，这个我们不拿。背包其实 OK 的，这边我小心。刷，加开甲，加多点回避，这三个都拿起来。像宝宝再拿多一个没有问题。这个我们再拿多一把武器。眼珠可以拿，反正我们的怎么说，我们的 HP 还蛮高的。
来了一个树，地雷应该不太需要的吧？走吧。我现在是希望说我们的 HP 能再高多一点点。啊，我们还可以拿辣酱，怎么能忘记辣酱这种东西？反正那个水果肯定会吸到我们身上来，拿辣酱刚刚好。有，拿到。可以打掉那棵树，书本拿着吧，没关系。这大老师拿着，这个不需要。我刷，加上铠甲 ，sure。加多点回避，伤心番茄，哎呀！攻速固定增加，辣酱我们拿，肥料我们拿，鸡腿不用，再刷多一次。对精英怪造成的伤害增加，我们也可以拿。狂怒骑士还行。不要吧，刷了一次。咖啡我们可以拿，咖啡。哇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固定减20%，只有减到20%吗？对啊，减50%，可是为什么没有加40的攻速呢？踩点。踩点，还是给我玩出 bug。算了，随便、啊，反正有没有也是 OK 的。有的话就比较轻松一点嘛。没有的话，你还是用照样打。有，他可能还要再被打多一下才可以。可能是差一滴血吧。有，我打掉了。宋文然的男孩，没什么问题。他在给我狂怒哎、欸！好啦，我拿起来了。不拿好，我现在一直狂来。这我就刷新。好，我们拿一个熊猫。我们血量好高哦。再拿着一个象宝宝，就是老朋友。你啦，你要不要冲？我在等你冲，你在等什么？完了，我吃的有点多伤害。才不是王翻，不是啊，旁边那几只东西翻，害我一直吃到伤害。我们要开始拉一点回避了。喂，没什么问题嘛，这个不要。上街去再见。那个东西拿上来，可能就没有明天了嘛，对不对？刷，来一个盾，刷，多一个盾，刷，加更多伤害加铠甲，我们可以拿，刷，好多象宝宝哦，真是我第几个象宝宝？我第四个象宝宝嘞。
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伤害。我伤害就是49%，我在怕我后面伤害不够。我发现了，到50%、40%左右的时候，你血量变成这个颜色的时候，你就会有点害怕，你知道吗？但其实我还可以再刺我6下。OK， 这么继续不需要，爆胎可以拿吧？这个也不需要，加12回避，算了，加攻速可以，向宝宝拿。这什么？没有一个一种级别 E， HP 再升没有用，再见。我想说慢慢看，看到他是加 HP 再生，我们就可以说再见了。衣服宝宝可以拿，加多点回避可以。再一把武器，没错。哦，兄弟！有必要吗？有必要那么凶吗？有必要那么凶？有必要吗？有必要吗？啊？有必要吗？你有什么问题？你吓到我了，你知道吗 ？Hello， 你在听我讲话吗？这位大哥，我快不能刺伤害了，你要死了没？OK， 谢谢你。OK， 接下来就是三子弹事件。我的妈！我突然，我觉得今天拿三星番茄好像不是一件好事情。我老实说，我现在有这种感觉。我现在要求不高，活着就好。天哪，这什么东西？急救棒没有用，这没有用。算了，回避够了，更多攻速我可以，这先拿，这再拿，刷的一次性。哇，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铠甲，我老实说，我觉得我铠甲不太够。收摸我们可以说 ，HP 也拿多一点吧。我突然觉得拿三星番茄有一个坏处就是，对。我们会被搞死，有 boss 差一点被搞死。我到现在没有看到辣酱哎，血不需要，这不需要，加多点运气可以。有辣酱，好啦，国泰工厂我们拿一个，这边就不要了吧，刷。这个我们再合成再拿的一个，刷。你有要的刷，钝器，肥料再拿。可以换铠甲，铠甲还是要再拿。我快被整怕了，他的速度好慢。我是不是又没有拿那个 passive 了？好像是。你擦啦，随便啦，照样打。看我们没有被冻死，那个。速度是慢的、哦、有
什么问题？第十六波，这可以拿证明关系，折价券可以拿，回避不需要刷。加霸爬伤害我们可以拿。刷新危险兔兔拿，已经是子弹我们拿。哎，不是，我到现在又是，我又没有看到诱饵。我的诱饵你在哪？有 boss， 嗨，你好，大哥，大哥，很经典。你拉，哦，这个拉，这个拉，这个拉，打他两下，差不多要撤一下了，要把他的手手会磕到你。OK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想办法活下来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差没有电子球而已。不会死，这哪这没关系啊。减攻速减暴率没卡，拿着减暴率我觉得没差，还有加铠甲的表表加神。可是他橙色你不拿，他有点对不起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加爆炸范围我们可以拿，这个肯定可以拿嘛，反正我们也没有 HP 爱神，也没有玩神秘结局，拿八角鱼。我想要他的最大 HP， 可是他会扣我暴率，可是可以啦，我们先说起来，再来看看加最大 HP， 我觉得我们只要看到加最大 HP 都可以拿。不是，我们在第十八波了耶，好快哦！呀，我吃到有点多伤害哈，而且一下八滴呀，不是说很，不是说很低，很高一下。再换句来，换句话来说，我只能再吃的五发。那个。四发，不小心撞到，OK， 好，不是，说我的，等一下，说我的诱饵呢？这个就不要拿了，这个我们可以拿。我的诱饵呢？又是没诱饵的一天，我难受，想哭。行吧，可能我们跟那一只角色没有缘。所以才会一直都不给我。有，我在注意我的血量，我一样还是一样可以再吃一个七八下而已。可以开甲，加更多开甲，加更多伤害，刷诱饵，诱饵，诱饵，有一个，我们要开始刷刷刷了吗？诱饵，诱饵，
算了，不打，算了。You are, you are, you are， 没有。又是没有二的一天，又是没有有二的一天。哇，我一下子吃了好多伤害，等一下，走。我跑了。算了，先打电话。又是没有二的一天，又是没有二的一天。所以我们拿到了石头外皮，每次一个永久一铠甲就会增加一最大 HP， 然后减二铠甲。哦，哇哦，好像的话加 HP 还蛮多的，可是它会减二铠甲，所以我们拿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注定会先减二最大 HP 了。好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新操作到此啊。那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加个赞哦，订阅我寻找我的最新影片。来，谢谢大家收看啦，所以就拜拜。